又嚟到我撑港超联精华节目啦，我系 Lissy 陈海文。喺呢一周咧，已经顺利完成高级组银牌赛八强，同时亦都进行咗一场联赛啊。咁啱今季嘅银牌赛四强戏码咧，同上届嘅一模一样，就系由东方队标准流浪杰志对李文。唔讲咁多啦，而家即刻重温赛事精华啦。高级组银牌赛半准决赛，标准流浪对深水埗，比赛地点咧系旺角大球场。八强嘅第一场波属于下线嘅较量，胜出嘅一方咧会喺四强斗东方或者系冠中南区嘅。标准流浪喺23分钟又揾到有入球嘅方法，神田梦实嘅罚球俾到马双训咧顶头锤入波，呢个入球咧亦都系呢一位南韩后防球员咧个人今季嘅第一个入球。入了这球波之后呢，冈本凌人在禁区里面就被普敏系撞跌，博到12码回嚟。伊巴谦主射，但是这球波就被李日俊救到，仲有好帮手赶到，就是马双训。入球起码在30分钟呢，标准流浪就赢到2-0。入球咧就一個就接一個嘅，跟住落嚟咧喺3分鐘之後，標準流浪揾到佢哋嘅第三個入球啊！金文輝靚靚嘅底線傳中，令到劉志樂咧能夠好輕鬆咁樣升高頂入，比分咧改寫到3-0。呢個入球咧亦都係劉志樂咧喺今季各項賽事裏面嘅第6個入球。總教練黃家忠咧當然係好開心啦。去到上半場嘅補時階段咧，波比同埋艾雲馬高域嘅合作就令到尼高拉斯咧能夠為深水埗追成較接近嘅比分。於是者上半場標準流浪咧就以3-1領先住深水埗。一個入球激起了深水埗球員的鬥志，落後之下，顏卓斌的角球機會製造混亂，波就咁入了。官方公布最後觸球的是標準流浪的林家偉，這個時間是53分鐘。10分鐘之後，深水埗把握快開的界外球，艾雲馬高域要門將梁興傑投降，深水埗在落後3球之下追成平手。守住深水埗最后一关的李日俊3番4次化解危机，仲要多得门楣顶住神田梦实的射门。两队门将都有水准的发挥，梁兴杰挡出艾云马高域的劲射，双方在法定90分钟踢成3-3，要加时分高下。加时上半场的最后1分钟，神田梦实的传送，卢君儿的头锤顶中眉，仲有姚浩明帮忙。104分钟的这个入球，标准流浪最终在千辛万苦之下赢4-3，晋身银牌四强，亦都是第一支晋级准决赛的队伍。高级组银牌赛嘅八强赛事啊，周五晚喺旺角场上演，由李文系迎战大埔嘅。咁开波上半场有一次黄金机会啊，李文呢下艾华顿开角球，何西安祖助攻杀到上嚟，系顶中系门楣嘅。咁啊，大埔啊避过一劫啦，咁啊有后腹喎，果然陈少君喺左边。傳個波埋嚟，去到遠處嘅雷仙奴啊，為大埔先開紀錄，領先1-0。當時係上半場嘅24分鐘啊。咁啊，大埔領先咗之後咧，就李文咧可以話上半場咧傾力反撲啦。咁睇翻呢一下嘅入波嘅慢鏡啊，見到陳少君呢球咧，其實都睇得好通透啊。咁啊，雷仙奴咧就入咗波之後咧就即刻同阿堅常慶祝先，咁跟住咧上半場咧，其實李文嘅攻勢咧都好猛烈啦，見到呢下安尼亞咧就先中柱啦，咁跟住顏樂峰咧光頭有一次遠射咧，亦都爭啲考到啊鄭家榮嘅，好彩係鄭家榮啦，又反應好快就破咗出界，咁結果上半場咧就大埔係領先啊1-0嘅，咁去到下半場啦，這個艾華頓咧就反應好快啊。先呢個自由球就省中了一個人牆，跟住再補多一腳，咁啊為呢個李文攀平啊，
咁你見到呢球咧，其實大埔幾個球員圍住啦，咁但係都俾艾華頓係射入啊，咁啊入咗佢今季嘅第六個入波。咁其實大埔有一次反擊嘅機會啊，呢下啦，卡朗啦幾下嘅假動作啦，有少少腳軟啦，射埋去嘅時候咧就射得太正中啦，咁就俾阿陳家豪就撲出嘅。咁大埔其實有幾下反擊都做得唔錯噶，呢下啦，馬卡雷啦，面對住陳家豪啦，咁啊其實見到咧，阿陳家豪咧同後腳咧啊同馬卡雷啦係有少少接觸嘅，咁但係球證就冇表示啊嚇，咁比數繼續維持住1-1，咁呢下成場波嘅可以話轉係點啦嚇，馬高斯三度士就一架粗暴嘅動作啦，咁啊球證就直接判罰紅牌，咁大埔踢少一個啊！咁其實呢下有少少魯莽啊，馬高斯山道士咧就一嘢就打落啊迪高度，咁1-1之下咧，李文踢多一個，跟住就狂攻噶啦。咁呢下就安寧啊省眾人，跟住王威嘅頭槌咧好巧妙咁就頂入咗，咁李文咧結果要2-1喺呢個八強賽晉級啊！高级组银牌赛半准决赛争取卫冕的杰志对晋锋，比赛地点是大埔运动场。开波不够一分钟，蓝衫的杰志就找到入球机会。罗子俊的出波造就名家索夫将球撞入网。这个入波出现的时间只不过是33秒。杰志是八届的银牌盟主，上个礼拜日在超级联赛主场赢深水埗5-1，总算是终止各项赛事的3连败走势。跟着来去到5分钟入波就是恩查，亦是这位奥地利中锋今季各项赛事的第5个入球，当然是要连埋亚冠在内。跟着来恩查的这个传送亦是造就是潘佩軒建功嘅，咁呢個時間只不過是開波的8分鐘啫。傑志咧不斷咧去嘗試挑戰咧進鋒嘅後防，不過咧龐卓熙呢一位咧進鋒嘅門將都係表現相當之稱職啊。不過呢個嘅入球咧就冇法子咧係挽救啊。咁許澤威嘅呢一個嘅烏龍波咧，令到傑志咧係攞到佢哋呢一場比賽第4球。陳俊一的傳送，名家索夫是回回來就被羅素做一件相當之簡單的工作，就是將個波送入網。44分鐘的這個入球令到傑志在半場能夠將比分改寫成5-0。有亞冠的後顧，傑志在下半場作出了一些調動。费兰道的这个罚球令到金信旭很轻松地顶入，这个时间是55分钟。进锋偶尔的机会也是相当有威胁的，这个射门就是来自奥迪加的快射，不过也是过不到守住杰志最后一关的王振鹏。进锋并非是没有机会去破蛋的情况，就是罗素在禁区里面犯手球，林洛然去主射，但是就是被王振鹏捉到路，没法子为进锋破蛋。死球战术当然就是杰志的杀着，混乱的情况之下，那波辗转之间又落翻去郑展龙的脚下，接埋去就俾禁区里面的金信旭咧系顶入个人今场比赛的2球，亦都系呢位南韩中锋在各项赛事的5个入波。咁啊，杰志咧最终咧就系以7-0咧系击败咗晋锋，成为咧高级组银牌赛第3支晋身4强的球队。佢哋喺4强嘅对手咧将会系李文嘅。
高級組銀牌賽的八強戰、在這個大埔運動場上演，有東方對冠中南區、兩隊今季在精英杯就交手了，當時打和2-2。開波上半場呢，東方有一次角球攻勢，丹尼爾、利用他的高人一等的身高優勢、6.5寸頭槌破網，成為今季、第一個入波。咁啊，冠中南區咧，其實上半場咧控球時間係比較多嘅嚇。呢球艾華斬個波出嚟，跟住谷盈智喺個黃眉月頂啦，怒射抽埋去啊！不過葉宏輝咧就接殺。冠中南區另一次嘅角球攻勢，射翻彭利那攝到個靚位啊嚇，喺個小禁區裏邊啊，頭槌破網，攤平1-1啦。當時上半場嘅32分鐘。咁見到個教練楊正剛都相當開心追和，跟住呢球啦，東方梁振邦俾過嚟馬高斯一個遠射，射得相當靚啊！見到艾華其實都埋緊嚟俾啲壓力佢啦，咁但係馬高斯都射一個彈地波就收死啊，唔係謙啊！咁東方就再次領先啦，2-1。見到陳浩軒咧就受傷啊，咁喺個上半場嘅尾段咧，就被換出嘅，咁就由呢個羅拔奧道係入替，都係另一次攻勢。咁見到咧巴科爾啊呢一下咧嘅入波就被判炸壺啊！當時應該嘅位置咧就處於一個越位嘅位置。咁結果上半場咧，東方係以2-1係領先冠中南區嘅。咁下半場入波出現啦呢下，冠中南區右邊鬧埋嚟。基斯頂過嚟左邊，跟住陳海柏補翻嚟中間，跟住見到羅拔奧道啊，係補中啊！咁啊，當時真係冇人係 mark 佢嘅情況下啦，咁佢射得都好輕鬆啊！冠中南區係攀平2-2啊！結果咧，兩隊咧90分鐘嘅時間係打和2-2，要加時30分鐘啊！東方又有一次機會，何以在右邊斬個波埋嚟咧，川濑浩太咧解圍入不遠喎，益曬巴科爾啊！巴科爾呢一下咧，一個轉身其實都反應相當快啊，都顯示到佢真係一個機會主義者。今季踢咗5場波，入咗5球啊，連續5場都有波入啊！咁啊，加時嘅下半場，東方都有機會噶。睇呢一球咧，阿巴科爾咧就頂埋佢，但係可惜咧又食咗球炸壺啊！咁啊，兩球炸壺啦，佢今場咁啊，越位在先。咁不過佢咧呢位球員咧，即係今季新加盟嘅東方咧，今場表現都好搶鏡啊！跟住東方咧呢下啦，有少少爭議性嘅12碼啦。咁見到柏拔其實喺禁區外邊咧，就俾阿趙聰誤侵犯嘅。罰球證啊，直指12碼啊！咁由馬高斯個主射，但係哇，伍偉謙呢下咧反應相當快啊，就撲咗個波出界，咁啊力保不失啦，都保持住個機會先。咁見到馬高斯咧都入唔到呢個12碼咧，都好失望啊！咁最終咧，東方喺加時就以3-2啦擊敗冠中南區，喺呢場嘅高級組銀牌賽嘅八強係晉級，就將會同呢、這個標準流浪就爭入決賽嘅。中日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第9周嘅賽事啦。咁港會喺主場啊，地獄主場擺下擂台，迎接咧就標準流浪嘅賽事。賽前港會踢咗4場聯賽，1勝1和2負，攞到4分嘅戰績，排喺第9位。流浪就攞到9分，3勝3負，排喺第5位位置嘅。咁上屆咧就兩個循環對碰啦，大家都係喺作客嘅環境底下全取3分。咁先見到流浪一下咧快抌教球啦，劉志樂啱啱大髀浪翻順，之後就搏到劉學敏嘅犯規。當時主裁判第一下就冇俾12碼，但係好彩 Willow 嘅團隊睇翻片提翻球證，自己親自去睇真啲。亦都有多啲唔同清楚呢個角度睇真少少，呢下劉學明打橫攔截腳落嚟就真係唔中波啊！原來咁就係應該係一個犯規，係應該要判12碼嘅。球證睇真啲之下指翻12碼點，神田夢實操刀得手啦，攞上路龍門嘅右上角添啊！非常精彩12碼入球，開波好早，加段11分鐘已經咧就先開紀錄啦，好早跟住已經拋開比數添。李毅海又有進帳。
咁啊，继上周联赛6-0大炒进锋之后啦，再一次接应咧就系神田梦实嘅助攻，一下长传埋嚟，结果咧反接呢个福保罗啊，后插埋抢点成功，结果一顶又搞掂2-0。呢刻慢门就嚟自泰阿高嘅一立之下，背向龙门，转身左脚勾过地波埋去，就过唔到门将咧就梁兴杰。咁啊，上个泰阿高响主场1-2输俾咧就流浪时都曾经入过波噶。就咁樣啦，半場流浪領先緊咧，就2-0啦。去到下半場比賽啦，白星池一個長傳送到埋嚟，可惜咧就加斯特夫呢下頭槌啊！嗱，攝就攝贏咗呢馬雙份噶啦，咁大星哥一頂亦都係啱啱頂歪咗。跟住咧就 Fat 哥啦，林顯廷呢個高波，老大哥盧君怡撈翻轉頭，中個伊巴謙連環 cut back， 好可惜啊！神田夢實都係揸埋門嗰一腳，嗱呢下拖慢少少，左腳諗住卻遠處啊！但就擠高咗球波啊，冇計啦！哇，見到佢同學明個身高都有一個咧明顯嘅差距啊嚇！呢邊一拍拍贏你先噶啦，見到就白星池嘅助攻啦。嗱，其實呢球波撲中範就有啲猶豫啊，伊巴謙回後當然唔夠力，但撲中範就開頭有啲呆一呆啊，反而成件事反而慢咗好多，爭拎曬白星池去追翻粒嘅。咁但係就流浪呢場波連死球都恰到港會喎。又系神田梦实嘅一下长传送到埋朴中范做个二传，然之后马双范又头槌得手啦。马双范继周中银牌对住深水埗头槌门开二度之后，呢场波继续头槌入球停不了啊，两入三球啊，非常 happy 啊呢一个光头仔。然之后轮到咗基奥云尼添啦，40岁嘅老大哥，咁接住咧就神田嘅回传左脚曲射埋去，过唔到门将咧就废查，呢下就都叫精彩扑救啦。然後亦都有呢邊咧就文嘉永啊，一射罰球，再得一個高波埋去，就以為加斯特夫追翻粒嘅。當時裁判就舉旗示在越位在先，跟住 VAR 嘅團隊再睇真 T 之下，再三確定真係有越位啊！嗱，一撩上嚟啦，都係頗為明顯嘅越位嚟嘅，咁所以入球嘅作廢啦，空歡喜一場啊嚇！見到就加斯特夫仍然都係咧就破蛋乏力啊，港會結果咧就作客嘅流浪啦。3-0啊，輕輕鬆鬆三對窿，重創咧就主場之利嘅港會入三球攞三分，恭喜作客球隊標準流浪。睇下嚟緊呢一個禮拜嘅直播安排啦，東網按次收費直播就係上演高級組銀牌賽4強，分別有東方對標準流浪同埋傑志對李文，大家記得留意啦。各位撐本地波嘅球迷，想重温賽事同埋球會嘅報導咧，可以登入去呢一個網址。嗱，記住下載埋東網 App 收睇直播啊！如果想喺直播期間同我哋嘅評述互動講波經咧，就可以去到我撐本地波 Facebook 專頁留言。今集嘅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